技术给你们了。那个技术呢，大概我用了啊，当我做视频到现在放油啊，所以我继续用。现在刚刚派人，你看我技术用了一年多，可以保持这样。你给我分数了，打多少个骨折了 ？OK。那你看旁边里面都赢一下啊 ，OK OK， 那你看看看，嗯，啊哈哈哈，嗯、啊，赢赢的给人家看到，证明我没有说偏话了，有没有汪汪哈？这朵啊，赢一下就赢，啊 OK OK， 嗯，得了 OK。Hello my friend， how are you？ 我跟你们说什么？刚才我告诉你。这个厕所，另外一个厕所，它很清洁，很清洁。今天呢，因为我昨天洗了，今天我就洗这个，懒得洗，因为我想洗完给你看，顺便呢省那点时间啊哈。OK， 那你怎么洗呢？你看我厕所也是很干净，不过可以有尿的味道。为什么跟以前的视频有点改变呢？第一快，第二呢不会伤害马桶，第三呢？叫你最省时间、省力的时间来洗这个马桶。OK， 那首先呢，我们就用啊，那种就是洗碗巾了，嗯、洗碗巾了啊。看一下，啊，这就是洗碗巾啊。为什么我现在用洗碗巾呢？我现在不用洗衣粉了，因为洗衣粉粗粗沙沙，令到它好像我们洗起来好像怕伤害的马桶，所以我就是现在应该没有什么改变了，除非我将来影我最漂亮厕所寄住给你们看，等你有信心了。结果呢就洗碗巾，如果你想很自由的有方法，将一点盐油盐放在里面，等我们这样搅匀呢，它就可以很清楚很油渍的，但是这样没有盐沉在上面不要紧，没有黏黏的了。那我怎么教你们洗个厕所先呢？首先哈，那么首先我这样先啊，我这样做的做东西呢比较舒服哈。那我坐下来了，我怎么洗呢？首先呢哈，你看我厕所，你说干净也可以，你说啊不够干净也可以，没问题了，你自己洗完就好了啊。那么然后呢哈，我怎么洗它呢哈？首先呢哈，我拿点提梳先，拿这个提梳，这种提梳为什么这么好呢？主要它很硬啊，这不像那种提梳呢，它很软，一刷子好像棉花走出来，恶心。所以用这种比较好，一种油啊塑油那种纸来的。那么我怎么洗一下？首先呢我准备先，嗯，等一下先，慢慢来慢慢来，因为我有点紧张啊，因为要开始做给你们看呢，有点紧张了。我弄湿个手套先，那么弄湿个手套呢好，你知道呢我其实很多东西这些是我工人来的，如果没有那个东西我哪里做得完。你将牙膏接下来先刚刚因为你很难嘛，我教你个方法你牙膏真的你觉得贵不贵呢？我看了，因为我觉得牙膏呢它可以保持一种薄荷的味道，还有你喜欢的这样你可以沉一点一种冲凉一种啦哈，也可以啦，没所谓啦哈哈，沉一点冲凉的。那么然后呢哈，这里怎么洗？我也是很省时间的，很省时间。你看，为什么我主张你们用牙膏呢？那样我没有改变，真的没有改变。我觉得牙膏呢，第一它可以很清洁，很它有一种薄荷味道，比较容易。令到嗰啲东西洗得很干净，还有不会发臭啦哈。你这样啊，筛一点点水，咁啊，然后摩擦一下，咁啊，周围摸啊哈，周围擦一下啦哈。OK OK， 呢条位置蛮重要哈，因为我现在咧保持个厕所尽量清洁啦哈，因为我已经比以前刷怕了了。因为以前呢，我本来呢，我用那个，
我将啲牙膏咧系咁，呢个全部清洁嚟嘅啫，因为它蛮重要，很厚很厚，牙膏很厚，很去除一种氨菌啊，很去污啊，同埋有料薄荷嘅香味道，所以感觉你个厕所很清洁，很清洁哈。咁啊，怎么做咧？哈，咁啊，已经洗头啦，对不对？咁啊，然后咧，一样都蛮重要，要做先啦哈。这样啦，呢个很好用。我以前跟人家说，一直办，以前我不会用的，以前我这三个完全不会用的。后来看到我朋友有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也教了，因为新加坡人呢，他们很清洁的，马来人用水来洗屁股的，去完大便后，咁啊，然后呢，他们每一家呢，尤其是马来人，完全不用洗漱，因为他的回教啦，他们就主张用水来洗，没有用洗漱的，水清洁嘛，主要他们很清洁用。啊，行啦，周围洗一下先哈。咁啊，我不要浪费时间啦。OK， 咁洗了啦哈。咁啊，洗了咗之后咧哈，咁啊，然后咧哈，你要怎么做咧哈？咁我洗完里面啦，其实你看我厕所盆咧，好香好干净，其实不干净嘅。我可以跟你说啦哈，啊，用一种塑料嘅纸撕出来先啊，然后咧哈。然后呢，不用太多，怕塞住个厕所。咁啊，一点点啦。咁啊，然后呢，将呢洗碗巾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上次没有教你们用呢，其实我都不怕，我都害怕洗衣粉擦歪个厕所。咁后来我就唔用也不行咯，它发生臭个味道，哎哟，你臭个呢味道也是很难受啊。所以后来用什么？给它比较好了，比较适合它了。后来当我洗碗的时候，咦，洗碗巾就可以了，就是用洗碗巾来清洁啊，那尿的味道又不会伤害我们的马桶，一直办一直办。所以你说，如果我们当我发明的时候呢，为什么我拍这么多视频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因为以前呢给厕所各种尿石头啊、氨菌啊，所以当我怕了啦。所以我用这个发明了之后呢，完全将它哈来一个厕所改革革命啊，厕所炸命啊，革命啊，就是这样啦。嗱，咁啊治疗咗之后咧，咁啊然后咧哈，咁啊或者你这样啦哈，治疗咗之后咧哈，不妨用呢、这个，因为呢啲尿啊、油啊掺住一次咧，就一种臭嘅味道嘛。因为以前呢，我教你们啊，怎么用这个壳弄出个水出来。其实我以前很害怕，所以我现在你病毒很厉害，哎，不要了，不暂时不要。如果真的不行啊，除了将来做一次没问题了哈。咁啊，我尽量呢将呢度里面度啊啲油啊尿啊味道啊，咁啊拆干净来啦。OK， 嗱，拆干净啦。咁啊，然后咧哈，我就准备什么？准备啦。啊，放一次水先，嗯，啊，我准备放一次水先，嗱，完全冲走先，因为你们可以冲多两次，因为尽量将啲番碱啦，嗰啲洗碗精啊，弄走了，啊，所以啊不用，尽量将啲洗碗精完全冲走，啊，完全冲走 ，OK， 差不多冲走了 ，OK。嗯，我最奶了，最奶什么了，就是这个一定要用，因为可以方便你里面有种尿渍啊，肮肮脏脏啊，也是蛮重要的，也是蛮重要的。那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就那一番碱啊、油啊，就那撇出来，这不是话麻烦的，有的时候真的要经过很多步骤。你仲有好清洁，保持清洁，唔好看到啲尿石头，你看到都恶心啊，对不对？吓，所以呢个方法系轮包温啊，主要咧咪喺厕所，你看有声音噶，所以你看我自从我拍了视频一年多了，你看我厕所保持结构清洁，有咩感觉？所以主要咧就是主要将个里面嘅肮脏推开。
脸对它也不行，因为里面呢就是这个安安正正的啊，因为什么缘故也差一个哈，里面都没挤不到了，紧了了哈，多久就多久了哈 ，OK。干嘛 ？OK， 好了好了，洗多久你自己控制了，我们煮东西就是有快嘛。那么你说是不是跟以前好方便呢？就是减少一个步骤就是这样，我不要，他们还有用洗碗巾啊，不用用洗衣粉，洗衣粉会伤害我的马桶啊。可以夹在一边啊，撒出来就公司开始就推广先。那么然后呢，我厕所完全保持好干净了。如果你有两个厕所呢？咁啊，最是另外嘅厕所，咁啊，最另嘅厕所啊，咁啊，卡住先，正面之刹，等一刹你来刹油，咁啊，你当你揸轮真系要用的时候咧，你快点将一个厕所来打油，除啊，你看你怎么控制你的时间，所以我卡住咗之后，告诉他，即系尽量啲水，等一刹我不会浪费我的时间，给他一打油咧，不用。很多提出买很麻烦，我就是这个方法，就是啦，我而家弄到这里啦哈，咁啊我来不及，因为你要等我的嘛，不可能啊，你等我很久的嘛哈，对不对？咁啊然后怎么样哈，也是用那种纸比较好啦，因为那种纸咧比较很容易缩油啊，等一下打了油咧，我有精力就我缩，嗱就是咩，我不可以等，一等呢下也可以，只不过我现在要做给你看，系没办法等噶啦哈，就是这样。咁啊，然后咧，你看啲水嚟嘅。如果你等咧，就不用这么多水啦，尽量将啲水拿走啦，对不对？拿走啦，尽量将啲水拿走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放在里面等一下。咁啊，放在里面啦。我厕所不够干啦，没关系，我再嚟多一次。但系呢种厕所你不掉进去啊，太多了啊。咁啊，抹完咗之后，你放出来了，等一下就会垃圾桶啦，对不对？咁啊，然后咧，尽量将啲水分啊擦干，擦干咧就好啦。然后咧，我教你，都系有水就证明，没办法啦，我不可以要你们等几多钱，怕你又骂我，我好伤心，听到人家给人家骂的时候，又轮到我了，我觉得我好伤心。好啦，我尽量系迁就你们啦。用那个提出多了，不用放这么多了。咁你们怎么打油啦、啊？以前我教你用什么什么，就是一个人就要改良，告诉你要聪明一种改良哈。跟我那种油呢，一定用橄榄油，不可以盐碱的所油，不可以，一植物油也不可以，再盐碱。难这个厕所一定要水质的，放在冰储都会变水那种呢。不会迎接就是最适合了啊！你怎么用啊？首先呢，完全你看看，人家越来越聪明，所以变成呢，不是我们啊动作手啊做不到，因为当我们呢给上次的厕所杀到我们怕了呢，第一不知道怎么做，第二呢佢一红住，哎呀唔得，我厕所不给你上尿石头啊，咁啊哎呀是。里面好安静的，也不敢用，所以变成了我们那种感觉呢，就是很害怕啦。首先那个为什么我用大的袋呢？你看看，因为每个厕所感觉不一样的，一个厕所呢，就是有里面啦，安静是最里面嘛。咁你嗱，放一点油啦。没办法了，没所谓了。好过你有个臭的厕所，你上面尿个石头都很麻烦的、哦。你们就变成他的会发臭的，所以不是说美不美观了，因为他的尿个石都会发成臭的味道，尿味走出来了。那我这里面塞着里面，完全了，打了油了，完成了 ，OK， 打了油了，试一试，啊，这个袋呢？有两个厕所咪一次屎咯，如果一个厕所就丢咯，啊丢了啦，咁啊然后咧吓，一个准备丢了，丢了咗之后你要怎么样啦吓？咁啊然后咧，里面咧就没有油嘅，咁啊我要怎么做啦吓？也可以点啦 ，OK， 没关系啦，啊做得清清楚楚嘅而家吓，啊呢度放一点点油先，咁啊它已经有油吗？放下来吗？
像流沙拉也蛮好的，多点的，真的真的有那提出在刚才我们个提出利用它的提出，为什么在这里面呢？来看，因为里面呢，我要完全整个厕所覆着油。当我们大便小便的时候呢，不怕啊。不过你唔是它，唔用洗碗巾也是发臭，我知道。后来我先至改良到用洗碗巾，完全不用也不可以，因为它会有种尿的味道，不可以完全清洁。所以啊，我就是用那个方法，用那提书将啲油炸住里面吓，好像个冻里面，给它尽量一层油隔了。啊、所以当我们小便的时候，不会沾到尿啊，不会沾到肮脏啊，就是给你清水一清，清洗了，我大概洗了7-2个星期了。你说我保持得干净吗？哎呀，真的，我为那个厕所已经杀到我怕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们用起来呢也蛮方便，蛮清洁的。OK， 那我接下来教你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啊 ？OK， 那我跟你们说了，因为个厕所呢对我们生活上很重要的，我以前的视频都告诉你们，因为尤其是那地方小的时候，哇，真的觉得厕所吃饭了、睡觉都很多的，只不过我可以告诉我自己可以改变一下以前没有的东西，我们将它改变一下，变成我们不怕个厕所发臭令我们生活一种困难，很难忍受，所以变成我就可以好好舒舒服服住这个屋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有没有人用啊？如果你们有用的人，恭喜你了，你的厕所十年了都不用问了，不会发臭了。OK， 拜拜。